好，这里是天阳玄机啊。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相方面的困惑呢，可以进行关注啊。我们经常看到啊，这个会有一些指节粗大的人啊，他们指节膨胀如鼓槌啊。如果是这个鼓槌这个地方，骨节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容器的话啊，只要不是由关节炎引起的就行啊。关节就相当于思维的处理器啊，将观点弹射的到处都是啊。那么指节粗大的人呢，善于分析，看问题比较全面，好辩而且机敏啊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手指的柔韧性啊，你可以将自己的手指啊，将被观察者的手指一起往后往手腕的方向拉动啊，观察这节手指的柔韧度。手指的刚硬程度啊，是衡量心智刚硬程度的标尺啊。刚硬的手指呢，生长在意志坚定者的身上啊。通常这类人身上，其他的关节也是比较刚硬啊。如果是手指从垂直的位置往后拉，连一英寸，就是一厘米都无法变动的话，那么此人多半不会采纳新的观点啊。他们固执，缺乏冲动性，手指这个刚硬的人呢、啊，思维像弹力棒一样倔强。能够克服那些变化无常者的观点，将项目往前推进啊。那么柔韧的手指呢，可以向后拉四厘米左右，甚至更多啊。柔韧的手指心智容易受影响啊，乐于接受他人意见，他们容易冲动，思维跳跃性比较大，总是从一个主题啊跳到另外一个主题。手指非常柔韧的人呢、啊，思维啊，他总是比较什么？活跃善变啊。这个有关这个骨节粗大和手指的柔韧性，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。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，如果是有八字手相面相方面的困惑，可以进行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。